我请问各位，今天压回，你上礼拜你去买的人，你还是赚钱的。那只有那种你今天盘中一开盘创新高你去追的人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头皮发麻。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哇，熊被他探加3%5%，开盘去追的，杀下来盘中杀快跌停板的，那你当冲赔钱卖掉，是那些人套干莫的修啊。可是国建杀下来，我跟你讲，明天就找寻买点，这个就是分析师。我跟各位讲嘛，分析师你讲好讲坏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有看空的老师，有看多的老师。我预告跟你讲上礼拜，那现在今天国建压回，我跟你讲，你想买的快来找我，我来带你。欢迎收看财经高照，与你同行。今天4月30号，台北股市啊，昨天涨了375点之后，今天很明显的这个涨幅收敛，这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昨天涨300多点，今天再涨个200多点，哇，那个就不得了了哈，那个就变成喷出行情了啊，喷出啊不是不好，但是喷出之后呢，很可能就走完了。啊，这个格局我觉得很相当好，就是你大涨之后。今天出现一个这个多空拉锯整理，然后呢资金轮动啊，重点是你要有主流股带动。好，但是今天的问题是，好，各位你看看今天涨停板的股票了。好，这今天涨停板股票上市上柜哈，有很多都是新面孔啊，甚至都是底部刚刚起涨的股票啊。啊，比如说什么，我们举几个股票做例子嘛。好，你看这个电池的康普，这个啊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整理多久了，这第一根对不对啊。那悲观的人啊，或是看空的人会告诉你说，你看看这个康普跌了3个月4个月5个月，今天第一根涨停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好，那乐观积极的人就说，我在这里拉出第一根，它是起涨的第一根，未来就从这边开始赚起。所以这两个观念会造就我们投资人不同的财富的结果。好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其实今天操作难度上面来讲，因为很多都是有些是今天底部才刚刚上来的嘛，所以大家去想一点，就是他们还会不会再涨。 好的，那我认为，这个盘在这里，当然第一个从接近22000点杀到19000，这个800多点啊，那个杀的幅度很深，足足杀了差不多2000多点。那的的确确，这个资金会出现轮动。好，那轮动的情况之下，有几个族群，我们现在拿出来跟大家做报告。来，第一个光通讯族群上权，我昨天跟各位讲上权，那上权昨天涨停板。今天呢，来3363压回，开个小高之后压回，一样。悲观的人就说，你看看隔日冲的，昨天涨停，今天杀下来。乐观的人会说，你昨天没买到的，今天是买点，你敢不敢买？所以我直接问大家一点嘛，昨天的上权涨停板有些人没买到的，我现在跟各位讲，上权今天拉回你敢不敢买？我直白告诉你，今天这是买点啊，今天是买点啊。所以你不要看了昨天的涨停板你没有，你在抱怨，你要想要什么，那今天拉回你敢不敢买？你敢不敢买？股票没有那种天天涨停板的，天天涨停板股票你买不到啊。国建，我上礼拜跟你预告，今天国建差一点打到跌停板，我告诉你国建在这里，你一样留意买点。我讲的够直白吧？但当然不是今天，为什么今天爆大量？你看其实国建今天最重要的败笔是怎么样，爆个大量，爆个大量。好，那爆大量就走完了吗？没有，因为这里面有当冲的啊。那明天他在这里会是一个观察买点的时间，所以今天为什么不能买，很简单，就他爆量。但是明天呢，
后天我觉得有机会，所以我直白告诉大家，你国建没有买到，我上礼拜跟你预告的嘛。来，各位，你上礼拜你跟着我，我请问各位，今天压回，你上礼拜你去买的人，你还是赚钱的。那只有那种你今天盘中一开盘创新高你去追的人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头皮发麻。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哇，想要给他探加3%、5%，开盘去追的，杀下来盘中杀快跌停板的，那你当冲赔钱卖掉，是那些人套干莫的修啊。可是国建杀下来，我跟你讲，明天就找寻买点。这个就是分析师，我跟各位讲嘛，分析师你讲好讲坏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有看空的老师，有看多的老师。我预告跟你讲上礼拜，那现在今天国建压回，我跟你讲，你想买的快来找我，我来带你。那不然呢，你会买吗？你可能买在这里哦，或是你自己买，买在这里哦，啊，杀下来了，哇，两手一摊。好，来秦雅，老朋友，这个不用讲了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跟大家讲，我说你不要去看说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秦雅昨天涨停，国建昨天涨停，上权昨天涨停，你说没有，那拉回你敢不敢买？我讲的是拉回敢买，最主要哦，拉回你要买，就是我看好它未来还会再创高，所以利用拉回的时候你去买。所以不要去想说老师昨天你的国建我跟不上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国建是我小型 VIP 的嘛，你跟着我在我旁边，你跟我跟紧一点，我带着你，你当然有啊。那你没有跟着我，我不知道怎么通知。就像你们在 LINE 上面一样，你们潜水或是啊，这个希望要有这个啊，像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啊，真爱好妈咪好礼，你们来啊，我说你留电话，我会通知你。那你不留电话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只要你看着我的讯息，你如果能够赚钱我也很开心，但是如果不能赚钱呢，那是不是你应该想一个方法跟我跟紧一点。好，我们回过来讲重点。来，秦雅之前我们做过了，所以不要讲过去，我说讲现在。来，你跟着我昨天来，老朋友秦雅攻上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整理完第一支，这五个字还会继续涨，已经告诉你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要不要买？平盘附近你敢不敢买？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嘛，是不是？我可以跟你讲说，你跟着我，我带着你整理完第一支，那我特别告诉你说还会继续涨。我昨天也不尝试告诉你啊，那你昨天没有买到，你今天敢不敢买？还是你买到差一档涨停板？今天秦雅差一档涨停板啊，今天秦雅差一档涨停板，你追在这里。所以股票好做不好做，在乎个人。平盘你不敢买，杀下来你不敢买，追上去差一档涨停板，哎呀要涨停了你去买，杀下来，你当然觉得不好做嘛，对不对？差一档涨停啊，差一档亮灯，没有关系，那都过去了啊。我跟各位讲，你有没有那都是过去了。我现在跟各位讲新的嘛，各位啊，啊，这个其实也不是新的，是老朋友了，上尾了。我们简简单单讲结论啦，就看它过高了。我够直白了吧？好，因为这个上尾讲很久了嘛。那基本面其实我们从当时跟各位讲，我说它落后补涨，我特别讲跟世纪刚来做比较，风力发电，各位记不记得？对不对？大盘跌1000点，跌2000点，它创新高，它涨停板，有没有？各位？大盘跌1000点，跌2000点，上尾涨停，上尾创新高。大盘跌2000点，大盘跌2000点，重挫。上个礼拜、上上礼拜跌了快2000点，连续两根涨停板。各位，你买00940一路往下，你跟着我做佳能一路往上。各位，这个都是你们过去有看到的嘛？买对股很重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预告下一档喜羊羊，
你赶快跟着我做。好，赚到钱最重要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，来一拳也是一样，这都老朋友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 再重复一次啦，一拳我跟你讲啦，这不是高点啦。我再讲一次，一拳这个地方不是高点，好不好？够直白了吧？那你要不要买？怎么买才能大赚？你自己决定嘛。你如果觉得我想赚个一块钱、两块钱啊，因为股票不好做，很多人反映股票不好做，你赚一块、两块钱 OK 啦，没有问题啦。我已经告诉你，我说那个不是高点，你自己去买，你赚一块、两块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可是你要玩大的呢？它的目标价在哪里？没有没有关系，过去没有赚到没有关系，未来你要赚到。来，一拳我当时不是跟各位讲，你就回过头来看看，三月十二我就跟你讲，在这里有没有？不涨了七十七块钱吗？对不对？我讲小建设嘛，啊，全部组别都有，全部组别都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没有问题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在轴承里面，富士达是最强。第一个高价啊，很多散户不敢买，但反而这个地方筹码集中，所以他最先站上季线之上。他比信景、比兆力、比新日新要来的强，所以指标就是富士达，就是富士达轴承指标。哎，我解盘会不会觉得太直接啊？很多老师解盘都左闪右闪的。我解盘就直接跟你讲，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，各位懂我意思吗？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像一拳我说它不是高点，像轴承我就跟你讲，你要买就是买，就是买这个富士达，啊，一利电这个底部第一根电动车充电桩，特斯拉昨天涨 15.31%， 你要注意特斯拉概念。当然充电桩概念包含像康普美奇嘛，还这个电池，这个我们后续会来追踪。可是电池的充电桩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利电，还有另外一档股票我按下不表。好，我按下不表。啊，那个这都是五月份的一个新主流，五月份新主流。好好，那再来散热当中大家都在谈，但是奇宏是高基期还是低基期，各位自己判断。你现在去买奇宏，你觉得你能赚多少钱？各位，他从我这么知道哇这样两百多块钱涨到六百多块钱，哇！其实我有点怕怕的了。各位啊，这是奇宏啊，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。好，你怕不怕？我不知道。那起码跟你讲，它不是低基期。高丽今天涨停板。严格上来讲，他是准备挑战前高8096，来，啊，不对，这个8996了，讲成秦雅，来，高丽准备挑战前高，有没有看见？啊，这样大家清楚一点，挑战前高，对不对？那过高千万不要追啊！好，跟那个猪八戒那个钉耙一样，倒打一耙啊！过高千万不要追，因为它其实不算高基期啊。啊，不算低基期啊！这个地方你看，从60块涨到400多块钱，那这样再做一个解套坡嘛？啊，但是它不会马上就，但是它上涨的空间有限，它是属于高基期的。好，真正你要注意什么？这张股票元山，高殖利率跟低基期的。好，所以节目当中有很多重点，我们一时三刻讲不完啦。好，但当然最主要就是五月份大家心中。念之在之的就是母亲节了，那妈咪万岁啊！我自己妈妈年纪也很大了啊，我每天早上都要照顾她啊，因为她去上这个日照中心的课，我要帮她准备早餐，然后等车子来接她。我深深觉得，其实真的是哈，为人子女，当你在为人子女，再重新回过头来，妈妈当时照顾你，或你现在回过头来你照顾你妈妈的时候，你才能感受到啊，妈咪的伟大。当然，这不是矫情。啊，因为是我自己的妈妈，我只想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到钱。
所以你前面没有赚到，甚至有人讲说，老师秦雅我没有赚到，国建我没有赚到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跟着我们往前看，好不好？财经高照与你同行，祝大家天天都有涨停板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